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86面，586面，倒数第三行。从头看起，倒数第三行，右段经文中，无不圆满，以前世总赞，此下的名一切圆满之因，守在究竟明了佛之密藏。故如探水得源，寻之得本，得其根本，不愁之末。故云：得其一，万事毕。这个古人说的话了，很多地方是说识得一，认识的识，识得一，万事毕。跟这个得其一万事毕意思是相同的。若能了了常知佛之本体，自然调伏诸根，如手握金刚王宝剑，来者俱斩，自亦不存，剑亦非剑，故善调伏，身心和顺，身如正慧，身心俱调，正慧明了，故烦恼愚习不断而断。到这是一个段落。前面经文里面最后是无不圆满，这个无不圆满呢，说以前是总赞，无不圆满以下了，是说明一切圆满的因，因是什么呢？因是究竟明了佛之密藏，这在前面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习，如来密藏，这个密不是秘密，而是深密，换一句话说，知识达不到的，也就是知识无法理解的，这就成了密了。那什么东西能够理解它呢？智慧。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，不相同。智慧是自心本来具足的，不是从外面来的，那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知识不是真的，知识从外面来的，所谓是即闻之学，你看得懂，听得懂，记得懂，这属于知识。知识确实它有局限性，它不是普遍性，它有障碍，它不是无碍。智慧不一样，智慧是自信本来具有的，它没有局限性，它没有障碍，能解决一切问题，
而没有后遗症。所以东方的学术是以求智慧为主啊，跟西方不一样啊。西方在最近这两百年纯粹是知识啊，不再寻求智慧了啊，完全用思维，用想象。啊，求得知识。啊，东方人现在呢，也跟西方人学了，把自己传统的东西疏忽了。传统是求智慧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求呢？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对中国文化了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啊，佛法把这个纲领掌握住了，讲得清楚，戒定慧三学。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所以智慧是这么来的。啊，戒是什么？规矩、规律。啊，遵守规矩，你的心就定了。啊，定久了，智慧自然开了。这个不一样啊。大臣主张戒定慧，小臣也不理戒定慧，传到中国来了，儒家采用了，道家也采用了，啊，都守住戒定慧三学，啊，成就了真舍智慧，啊。戒定慧三学是实学，为什么？都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啊，用自性本有的去发掘自性的智慧德能向好，这决定能成就啊！啊，所以智慧永远没有办法发掘自信的智慧德相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密藏是什么呢？密藏就是自信。这从理上讲。从事上讲呢，迷藏就是阿赖耶。啊，不过阿赖耶在现代这个时代被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虽然发现，知道有其事，理不知道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被科学家证实了，确实有。啊，科学家的名词叫能量、信息、物质。啊，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。能量，阿赖耶的业相；信息，阿赖耶的转向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
名词不一样啊，是完全相同。啊，至于阿赖耶从哪里来的，什么原因来的，科学家就不知道了。啊，哲学家也不知道。大乘教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，唯正方知，你证得如来的果位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那么科学家、哲学家有没有能力去证得呢？能力当然有，只是他不会用。大臣用什么方法证得？用放下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真的了，比科学做实验简单多了，也有效多了，啊，你就能把诸佛的秘藏啊找到了，啊，下面。这句比喻如探水的缘啊，勘探水源，长江的源头在哪里，是什么样子啊，黄河的源头有被人找到了，寻枝的本呐、啊，一棵大树，从枝条上去找，找到最后啊，把根找到了。根是能生、能现，啊，密藏呢也是能生、能现，能生万法，能现万象。啊，是得其本呢，这不愁之末，你就全体得到了。啊，如果你在枝叶上去寻求，那就太难了，你永远找不到根源。啊，根源就是叶。枝叶花果，那是多啊。华严经上讲的，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多不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这个意思。跟你说一是讲根，跟你讲多是这个树的枝叶花果。所有的枝叶花果都是这一个根生的，所以一即是多。所有枝叶花果不立根本，立根本它就不能活了，所以多即是一，一根多是一体，一根多的关系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跟天地万物，这是多啊，品类之多啊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啊，但是一个根本，这一个根是密藏啊，无不是从密藏生，无不是从密藏显现，密藏就是自性。
密藏就是真心啊，如来藏也是从他而生的啊，密藏是根，如来藏是本，这根本呐、啊。啊，理不出密藏，事不出阿赖耶，你就把宇宙诸法实相啊，就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清楚之后有什么好处呢？心清净了，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象，你没有忧虑了，你没有牵挂了，你没有烦恼了。啊，正果的人，他没有执着了，没有分别了。甚至于与天地万物啊，他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这就是利益了，这就是好处啊！啊，我们跟他起个名字，称他为佛陀，称他为化身菩萨。啊，他们是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在大宇宙当中得大自在啊，万缘放下了，一尘不染呐。啊，十法界六道。在他面前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他从这里面超越了。如果不明了、不清楚，肯定迷在六道、迷在三途，真的叫求出无期啊，没有出头的时候。在这里面受苦受难啊，那么超越的人呢，这诸佛菩萨了，看到这些人受苦受难，完全是梦中佛死啊，不是真的。享福的人，那个梦是三善道；受罪的人，那个梦是三恶道，都不是真的。迷的人自己不知道，觉悟的人清清楚楚。明明白白啊，所以他在旁边旁观，不理会你。那他那么苦，这受苦，你怎么不去救他一把呢？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那是做梦。啊，什么时候佛菩萨来帮助你了？你对圣贤，你对佛菩萨，你能够相信，他就来帮你了。啊，你愿意了解他，愿意向他学习，他就来了。
你不能够理解，不愿意向他学习，他不来，他在旁边看，啊，这个不来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没有缘啊，他来了没有用啊，你不相信啊，你不能接受啊，所以他不来啊，他在旁边看，看你造业受报，啊，等到有一个时候你受够了，忽然想了我不想再干了，嗯，佛菩萨就来了，这个念头才动，佛菩萨就出现了，这叫大慈大悲也，啊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他视线给你看，你要是看懂了，看觉悟了，你就得度了。这一类人叫上上根人，不需要讲啊，一看就明白了。上中下三根，那就需要讲解了，啊，上上根人不需要讲解，啊，为什么？这些人确实有能力了了常知佛性之本体，本体是寂灭，梵语称为涅槃，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寂灭，寂是清净，也就是经题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啊，灭呢，灭是一灭一切烦恼习气因果通通不可得，啊，这个境界在净土宗里面叫它做常寂光，啊，常是永远是这个样子，从来没有变改过，啊，即是即灭，光是光明，啊，光明是显智慧呀，自信，本具的智慧呀，全都透出来了，啊，照见万法皆空。啊，真实的确确实实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所以菩萨的心定了，自然调伏诸根，诸根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啊，六根怎么调伏了？六根不再妄动了，就调伏了，不是不起作用，起作用，
眼能见，耳能听，能见能听当中啊，他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，不起心动念，这就叫调伏。这叫做正见，八正道里头的正见正思维。什么人的境界呢？四十一位化身大士的境界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性是不动的，凡是有动摇没见性啊，心还会动，还会有动，还会想过去，还会想未来，这都是心在动。不动的时候什么样子呢？不动的时候，过去未来没有了，不但时间没有了，空间也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境界就是十宝图，这个境界就是常寂光。啊，十宝图里面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，常寂光连习气都没有了，这叫自然调伏诸根呐。下面举了个比喻，譬如手握金刚王宝剑，啊，金刚是经书里面最锋利的，它能断一切无，一切无不能断它。啊，所以用它来做比喻。来者俱斩，自意不存。来者是外面境界，境界来讲如如不动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自己呢，自己也是如此啊，自己也不起心动念的，不认为这个身是我，啊，有我这个念头。就错了，你的六根呢，在造业了，啊，只要有我就造业了，何况其余？所以佛家修行，修正错误的思想行为。从哪里下手呢？从无我下手。金刚经上所说的先破四相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众生相引申的意思就是空间，受者相它的意思就是时间，用时空来包含所有一切万事万物，它不离时空啊，时空没有了，万事万物当然不能存在。
全是假的，万法皆空啊！啊，空也不可得，空也是空的。啊，不要执着有个空，不要想着有个空，有这个想法错了。啊，随着你末后两句话说，自也不存，见也非见，这个见代表智慧，故善调伏，这真的叫调伏，善调伏了。贤首过世的还原观第四段为我们举了四德啊，德是作用。四德第一个，随缘妙用，随缘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教导我们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就这两句啊。随缘妙用，妙用是什么？妙用就是此地讲的善调伏，妙用啊。他不造业，我们凡夫随缘，它就不妙了。随善缘，造善业，惹来三善道的果报。随恶缘，造恶业，感得三恶道的果报。这个作用不妙啊。妙是随缘，不变。啊，妙在此地，不变能随缘，随缘能不变。那不变靠什么？靠定，靠慧。没有定慧，它就乱了，它就变了，随缘随着变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心随境转，这就是随缘随变。心不随外头境界转，这叫功夫。啊，某人有修养，有定功啊，无论是善缘恶缘，逆境顺境，他如如不动。他为什么不动？他知道诸法实相，他的心住在诸法实相当中，诸法实相就是密藏。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动啊。所以他不生烦恼，
长生智慧。啊，他在净缘当中能做得了主宰。不惊不怖，不慌不乱，啊，这叫善调伏，永远保持身心和顺呐。和是性德，啊，在自性里面称为太和。大好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当中找不到一个冲突的。这是真的。为什么找不到冲突的？因为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一里面就没有冲突，就没有矛盾。啊，二就有冲突，就有矛盾。这个道理很深的，并不是很难懂啊。诸佛如来，天地鬼神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哪来的冲突？冲突的另外一个名词叫憎爱。你看这两个字是不是代表冲突？啊，爱是你喜欢他，憎你讨厌他，这就变成冲突了。没有憎爱呀，冲突就没有了。万事万象，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，自然现象啊！没有癌症啊，极乐世界的风调雨顺，啊，我们地球上这一些灾变，没有癌症，啊，极乐世界的居民，个个都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不迷啊。我们这个世间居民的心就乱了，妄想心、分别心、执着心，啊，自私自利的心，损人利己的心太多太多了，搞砸了，搞乱了。啊，这些东西无论是净是染，是善是恶，都离不开迷障。
离开密藏，无一法可得。所以善调伏就重要了。善调伏就是修养，善调伏就是修行。我们自己希望跟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有同样的境界，有平等的受用，我们知道在信德上我们是圆满的，没有欠缺。现在问题呢，出在修德上，我们修错了。他们是从顺方向修，随顺性德。我们今天是反方向修，完全违反性德。所以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。顺着性德修的效果出现了，就是极乐世界。违背性德而修的是我们，效果也出现了，社会动乱，民生苦不堪言，居住的地球灾变频繁，这个现象出现了。现在理明白了，这个事的变化也清楚了。我们能够依照经训的教训去做，真干，就回头了，回头是岸了。才能够深入正慧。身心俱调，正慧明了，故烦恼愚习不断而断，自然断了。更积极一点，志愿无上，随顺如来，依佛之教，行佛所行。那你就走向大圆满了。志愿无上，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是志愿的。愿发了之后要行，如果不行，愿变成空愿。愿在前面领导啊，后头有行去建愿，实践这个大愿。那我们得找一个好榜样，最好的榜样是如来。我们随顺如来，随顺如来的教诲。
啊，那对于今天就要生起尊重的心。为什么？如来的教诲通通记载在经卷之中啊，得到经卷就是得到如来的教诲从经典里面学习，把经典里面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，把经典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，这叫修行呐，这叫行福塑心呐。故以气绝身道，为所屡见的啊，这就给你讲出三十七道品。这三十七道品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就可以称之为活佛。你成佛了，你现在还活在世间，你看看你的心是佛心，愿是佛愿，愿是智愿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啊，德是佛的德，慧是佛的慧，行是佛的行，七觉之八圣道啊，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视线给一切众生看，讲解给一切众生听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这三十七种啊，啊，所以是为所欲见，步步都没有离开规矩。这个规矩就是三十七道品。佛之无也，为所修习，照真大俗，从容众道。啊，三十七道品是你的旅径。啊，也就是说是你行为的准则，而无言呢，是你的关照。啊，张家大师所说的看破，无言看破，三十七道品帮助你放下，啊，照真大俗，从容中道。从容是安安稳稳，
没有慌张。啊，稳稳当当的，行在中道之中。啊，照真是理，答俗是用啊。精进不已，则明本佛也，觉了法性啊。精进不已就明白了，佛也是自己本来有的，不从外得。佛的智慧佛智佛言是佛见，《法华经》上讲的佛智佛见都是自信本有的，觉了发心，究竟证入如来密藏，密藏就是自信。是事出世间一切诸法的根本，我们今天迷了，迷的时间太久，迷得太深了啊！不是一次两次的劝导，我们就能回头。啊，我们要经过一千次的劝告，一万次的劝告，能回头过来，那已经算是大更新的人了。啊，就不是普通人了。普通人怎么样？他这一世有机会遇到佛法，佛劝他一辈子没行，还造业，还搞六道轮回，来生后世如果得人生又闻到佛法，佛再劝他一辈子也不开悟。那就我们就得知道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闻法，真正能觉悟，能回头，能真信真愿求生净土，这个人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他绝对不是啊，过去生中啊说三四五佛所种善根，而是怎么样？他已经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
无量界中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今天成熟了，值得给他庆贺的啊！所以我们就晓得，我们这生不开悟很正常。为什么呢？过去生中啊，没有种这么大的善根福德，啊，可是佛法无有定法可说，全是活活泼泼。啊，过去生中没有种那么深的善根，如果有个两世三世，啊，这个有可能。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能不能有成就呢？这是不定法。善导大师说的话，总在语言不同。这一句话解释的太好了。过去生中善根福德不够深厚，这一生遇到的语言非常殊胜，也能成功。啊，这一生要是遇不到好的缘分，这一生不能成就。啊，是因为你善根福德因缘不够啊。啊，遇到的缘殊胜呢，足以把你所缺的善根福德因缘那个功德了，给它补起来。这就厉害了。那我们要问，什么是最甚无比的善根的福缘？那是你一生当中遇到了你心目当中最佩服的善友。这个善友可能是你的老师，可能是你的同学，啊，不定是什么身份，啊，你心目当中最佩服的、最相信他、对他一点怀疑都没有，这叫真善知识。啊，你有缘的，你遇到了。他教你念佛，你相信；他给你讲经，你能够理解。啊，他教你怎么个学法，你肯听。你这一生当中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就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自己就是个例子。年轻的时候，功高过慢了，不服人了。言论当中我有很多歪道理，啊，
啊，自以为是。啊，可是我遇到这三个人，都是我从内心里面佩服他、听他的。啊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。啊，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谓的语言不同。啊，我要没有遇到这三个人，我走的是什么路啊？三恶道啊。我不是走一条福慧的道路啊。啊，人天福慧，我不是走这个路子，我走的是三恶道啊。啊，遇到这三个老师，把我整个的观念、思想、方向、目标，通通改过来了。啊，当年改过来不是净宗，是大乘。啊，这就说明过去生中曾经学过大乘。虽然迷失了二十多年，有人一提醒，兴趣就升起来，啊，很浓厚的兴趣。啊，我从大乘才相信有净土，非常不容易啊！李老师苦口婆心把净土介绍给我，我明白，我感恩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不想学它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对净土实在没有搞清楚。啊，净土这个经典讲清楚、讲明白，确实不容易。啊，真正相信。是从《华严经》五十三参看到了，从《楞严经》的二十五圆通章发现了观音实质的特别法门。如果不是这些大经大论的基础，净土宗当代没有像莲池、藕益这些大德，我不会皈依。啊，我学佛走到净土这条路大概是学佛二十多年了，才真的相信了。所以我肯定诸佛如来所说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啊，真难信啊！
现代这些年轻人满脑袋科学思想，难中之难。啊，能够一闻他就接受，就相信，这大善根，大福德。啊，问题在后头一个，他有没有大因缘？啊，他要有大因缘，他这一生成就了。啊，没有大因缘呢，虽有大善根、大福德，能不能往生还不一定。啊，还是未知数。啊，可能生净土，也可能不生净土。这幕后这一句，精进不已，明佛啊，明本佛也，觉了法性，究竟证入如来密藏，故知一切妙德，无不道源于佛之密藏，一切妙德，无不还归此。密藏，这一句话是说的妙极了。啊，我也讲过几次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循环。你看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开始迷了。这一迷之后啊，越迷越深。沦落到六道，在六道里头无有出期，啊，因为有本觉，啊，这就是我们能够还原的一个根源，本就是密藏啊！啊，不定在什么时候遇到缘了，啊，他放了一个闪光，时间虽短，但是非常可贵啊，所以。一念觉，二念又迷了。那一念觉非常可贵，为什么？有一念就会有第二念，有第二念呢，会有第三念。啊，希望觉悟啊，慢慢增长。啊，觉增长，迷就下降了。觉是光明，迷是黑暗了。啊，总得要很长很长的时间。佛经上常说无量劫。经无量劫啊，你的本觉的光明啊，逐渐哎能起点作用了，这个时候自然感得诸佛菩萨来帮助你了，就众生有感，
佛菩萨有应。啊，佛菩萨应身来帮助你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不是佛菩萨的意思，是我们自己的意思。啊，佛现什么身，佛设什么法，完全随顺我们。他自己没有任何想法，就是他没有成见。有成见就不能随顺，没有成见就能恒顺众生。啊，最后帮助你修行正果。啊，正到妙觉位了，哎，又回归慈密藏，这大循环。又回到那个起点，有人问了，这不是问我，《楞严经》上有人问释迦牟尼佛，回归到原点之后，就是正到妙觉果位了，会不会再迷呀？这是个问题啊！好像是楞严会上富楼那尊者问的，佛告诉他不会再迷了。啊，佛举了个比喻。譬如黄金从矿石里面冶炼出来的，炼成纯金之后了，它再不会也变成矿石。佛用这个比喻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它经过锻炼。我们能想到我们就用佛的比喻来说，金矿采出来的矿砂拿去炼，这个矿里面的渣子淘汰尽了，纯金炼出来了。那么还有没有经过冶炼的矿砂呢？就比喻作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头的六道众生，那还没有成就啊！已经念成经的不少，但是还没有经过冶炼的数量，大概也不会少过这些已经炼成金的。这是我们从常识推理能想象得到的。冶炼就是修行，凡夫修成佛的时间很长。原因是什么？有进有退。一般来讲呢，进的少，退的多。
所以菩提道难行啊。如果只有进没有退，众生成佛不难。只有进没有退啊，只有一个地方，一个道场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往生了，即是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他都不退转了。啊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这一生遇到佛法了，出家修行，修得不好还堕地狱，堕地狱是大幅度的推转，从地狱出来，再修到现在这个位置，要多长的时间？所以古人有个比喻说：“一失足成千古恨。”呐，这个形容一点都不假。我们今天遇到缘，这个缘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。决定超过过去，佛法传入中国2000年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？2000年当中，净宗无量寿经，大家都感到遗憾，没有一个善本，五种云一本，读过的人都知道啊。五种本子读得，都去读，很麻烦了、啊，不容易、啊。所以，学习的兴趣大幅度的降低了，啊，中国净土宗95%以上都用阿弥陀经，啊，大家了不用无量寿经了，无量寿经是净宗第一经了，就是因为没有善本障碍住学习啊。弥陀经不错，到明朝才有莲池大师的疏钞，优西的元中钞，偶业大师的要解啊，这是阿弥陀经三大注解莲池中心净土，到现在差不多是400年。啊，这400年当中念佛往生的，得感他老人家的恩德。啊，无量寿经因为没有善本，所以古人就感觉有汇集的必要。
宋朝王龙树居士就做汇集的工作啊，做得不错，祖师大德们弘扬净宗，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，连莲池大师都引用王龙树的汇集本，可见得汇集本的影响就展开了。啊，但是王龙树的本子不圆满，藏经里面有五种原译本，他只看到四种。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会这一部分呢，王龙树居士没有看到啊。所以这个汇集本不完整，里面有缺陷啊，比如最明显的莲花化身，这一句经文只有唐乙的本子有，其他的本子上没有啊，这非常重要。一直到清朝咸丰年间，魏默生做第二次汇集，下莲居老居士发心做汇集本呢，是从魏本来的灵感啊，动机是他引起的啊，他原来只想把这个魏本重新校对啊，有不足的地方呢再把它补进去，做这个工作啊，最初做出来了，这个本子我们看到了以后觉得不妥当啊，重新再汇集，这就现在我们读的本子啊，他花了10年的时间啊，完成这个汇集本啊，这个才是无量寿经得到了善本啊，这些人不是凡人呐，凡人做不出这工作来。啊，黄念祖居士是夏老的传人，倾听夏老讲这个本子，他告诉我，当时他写了不少笔记，啊，非常可惜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全部毁掉了。我们今天想起来，这也许是天意如果那些资料都在，今天这个讲义，这平等觉经的解
就不是这个面貌了。啊，那些东西失去了，他也记不起来了。啊，所以他采取另外一个方法，以经注经。这是丁佛宝居士的方法。啊，一句经文，各种注解、各种经书里头怎么讲的，统统收集起来，集注解之大成。也成为汇集本，注解的汇集本，这个太难得了。让我们看了这部注解，就看了190多种经论著述，啊，的确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他自己老人家自己所见到的很少很少。啊，这是让我们现代人感到无比的欢欣的。古大德教导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那我们有这一部经就够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大乘小乘，显教密教宗门教下，这些教义啊，全都在这里头。啊，这一部经呢，就好像小藏经一样。啊，不单单是净土啊，啊，总的方向目标是净土。啊，所涉猎的世尊一代十教啊，我们全都学到了。啊，所以我相信。末法九千年，得到这一部经呢，就得到大圆满了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幕后的一句，啊，夜夜妙德，无不还归此密藏。这一句话味道很浓啊！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啊，这是讲利他心满。辩才宗旨，自在无碍，善解世间，无边方便，所言沉地，深入意味，度诸有情，演说正法，无相无为，无复无脱，无住分别，原理颠倒，于所受用，皆无摄取，遍有佛刹，无爱无厌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，亦无彼我违愿之想，何以故？别住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也。利益辛苦，舍利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皆发如如，善知即灭因生方便，不信是语，要在正道。
这一段念老在这一品经里面是第二段，所以注解里头是二啊，第二段。第二段呢，要说明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啊，这些法身大士利他身心，功德圆满啊，此中复有三义，这就分成三段。第一段演说妙法，第二段游住佛刹，第三段普利众生。上至三者互相含摄，也就是一界是三，三界是一。从辩才宗旨到原理颠倒，这是第一段啊，我们分科了，这是第一个小科。智慧辩才说法啊，标菩萨慧辩的啊，智慧辩才这一种的功德。辩才总持为康僧铠的一本，做居住辩才，故知总持同比居住，啊，这个本子汇集本是用辩才总持，啊，为一本子叫居住辩才。表彼土大师居住种种辩才。我们讲啊，辩才无碍呀，啊，无障碍的辩才，又宗持即是陀罗尼，故亦可解为得辩才陀罗尼也。下云自在无碍啊，表菩萨所居乃无碍之圣辩，甚是殊胜啊，无障碍的殊胜辩才。这是说法必须要具备的，没有辩才怎么能说法？啊，所以说辩才是说法最重要的一个基础。啊，无碍辩者，经里头有两种说法，有四无碍辩，有九无碍辩，啊，有两种，啊，所以又名啊，这个四无碍辩才，又名四无碍智，四无碍解，是为
菩萨说法之质变，从意业而言呢，称之为解，或称之为智；从口业而言呢，则为之变。啊，此变有四。啊，如《涅槃经》云：“菩萨能如是得四无碍，一法无碍，二意无碍，三慈无碍，四要说无碍。”这是一般祖师大德在演讲著述里头引用最普遍的啊，就是四无碍。这个地方把它都列出来了啊，《涅槃经》上所说的前面的意思都不难懂啊，我们一看都晓得为什么叫解，为什么叫智，为什么叫变啊，是从身口意不同而有这一些名词啊。《涅槃经》上说，菩萨得这四种无碍辩才，第一个是法，法是一切法，佛陀教学将宇宙之间啊，现在叫宇宙，佛法里面叫变法界虚空界，这里面所有一切用一个法字做总代名词啊，所以法的意思很广。通常呢，我们分的比较细一点，分成六种讲法，啊，分为六大种，大家理解比较方便。这六种，第一个是性，性是体，自性，自性能生能现。啊，这是性。第二个呢，讲相。啊，相是现象，现象是所生、所现。啊，如果把阿赖耶加进去呢，阿赖耶能变。它的对象是所变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常说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在华严经上讲的啊，一切法的变法界虚空界，过去现在未来一样都不漏，就用这个做总代名词啊，能现能生是心性，能变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啊，妄心能变，真心能现能生啊，万法呢是所生所现所变的啊，所变特别在设法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实变的。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，它里头没有十，
所有的大众全都转识成智了，没有识，所以十宝庄严图里头没有变化，寿命很长，永恒不变。不变，佛法认为是真的；会变呢，就是假的。啊，会变叫无常啊！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无常的，因为它刹那刹那在变。啊，设报土不变呢、啊？啊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讲心讲相。啊，第二呢，讲事讲理，事是万法，啊，理就是心性，啊，事也算是理，因为它能变，啊，再一个就是因果，用性相理事因果。把一切法全包括了，而这个法字呢，法字里面就包含了性相离识因果，全都是法啊，用一个字做总代表啊。那么诸位要晓得因果的道理很深，因果从哪里来？我们现在对这个稍稍明白了，得来很不容易啊！佛告诉我们，宇宙这一切法从哪来的？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念不绝，二有无明。啊，又说无明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处，阿赖耶三系相。啊，六处相呢，那就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了。啊，讲宇宙的缘起，最初的一念不觉。没有理由，不但没有理由，还没有开始。所以这个无明，无明就是今天科学上讲的波动现象，它动了。要知道心性是不动的，慧能大师说得很好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这叫什么？自信本定。自信是不动的，动不是自信。啊，动是什么？动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确确实实是从自信里变现出来的。他没有理由，他没有开始，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。啊，如果有始有终，那是真的，就不能说的是假的。啊，他没有开始，所以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。啊，宇宙之间万事万象的根源是假的。那么这现象哪里会是真的呢？所以佛一句话把它说尽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个要知道啊。
这一句话里头，不但把十法界、六道通通说尽了，就是连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也不例外。因为经典上没有这种说法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诸佛如来十报土除外，没说这个话。没有说这个话，十报土也是虚妄的。我们明白了，十报土是怎么来的？无始无明，习气没有断，现的境界。习气断了，十报土就没有了。十报土没有了，什么东西出现了？常寂光出现了，常寂光才是真的，永恒不变的，常寂光就是自性。常寂光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连自然现象都没有，所以科学、哲学都没有办法发现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科学、哲学要有对象，啊，它才能发现。常寂光没有对象，啊，就是自性、真性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，所以唯真方知。你必须把妄想分别执着、起心动念分别统统放下，你就见到了他真有，他不是假的啊。所以今天我们接触的现象啊，这三种现象我们天天接触到的，能现能生的是心性，看到这个现象千变万化，那是阿赖耶起作用，妄心，妄心能变，真心能现。啊，这个是迷障啊！哎，你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，你对于这个外面境界恍然大悟，为什么呢？不再执着它。有好，没有也好，啊，你绝对不会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住真实慧，无量寿经讲的三个真实，你住真实之际，你得到的是真实利益。真实两个字，凡夫不懂啊！不但六道众生不懂啊，连四圣法界也不懂。我们今天看到经上这三句，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，有概念就错了。啊，真功夫、真利益全在放下。啊，不能放下，一定要学着淡泊。从哪里下手？从欲望下手。不可以有欲望，欲望完全是虚妄的。啊，就是我们想，哎，我们学佛想成佛，啊，想入佛的境界，都是虚妄，都是妄想。确确不如老阿公、老阿婆、
老老实实念的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一句阿弥陀佛圆满具足三种真实啊，这三种真实是世间聪明智慧人完全没有的。你懂得了吧？为什么完全没有？他太聪明了。老实人有。啊，真正聪明人有。就上智与下愚不一啊，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。啊，上上智人他知道。下愚虽然不知道。叫暗惑道妙，啊，中间这一段，知识分子人数最多，佛教化众生这一部分是最难教的，所以49年讲经教学是为这些人。不为上智，也不为下愚，上智下愚很好读啊，除非没有缘遇到，有缘遇到了，很少不成就的啊。那么这四无碍里头，我们说了个法了。对于一切法没障碍了，这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！啊，第二是义，义是理，道理。啊，第三是辩，是辩才。后头要说，喜欢说，难得了。他要前面三个都具足了，后头不喜欢讲，那就不能教化众生。啊，教化众生就是喜欢教人。啊，把教人呢看作是人生一桩快乐的事情。不但佛法有啊，世间法也有啊。中国古人有所谓，得天下因才而乐于之，人生最大的乐事啊。啊，有三种啊，这其中一种啊，教学啊，所以教学是快乐的事情。这里头没有乐趣，谁去学它？谁肯干？这里头有大路，有真路。啊，为什么？它是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啊，学而时习之。不亦说乎？孔子也这么个说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